今天是这样，我们先比如说我想想，我们先带几个观众，就有点像昨天的流程这样子，我们先带两个观众啊，打个野房一起玩，然后呢到时候再来开指定房，就打个大概打个三场野房，然后两场指定房这样子。这个是免费的游戏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还在看直播，没有玩过这款游戏的，可以点一下我的资讯下方栏，我有帮你们把连结都摆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现在是新手玩的话，你现在用那个活动代码有没有？你就可以拿到这一招四阶的主力剑，还不错，这一招主力剑。只是因为我现在在练美国线，我就还没有练到日本这一块，我先练美国这样子。那我就先练美国这边啊。好，慢慢有观众加进来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还以为我是个边缘人，对嘛？对面有观众嘛？我刚刚就看到，就他就 BNG 撞我们，这有这么好撞就对了啊！这游戏，这个，等，就他妈的，转弯转弯，大哥你，不要，不要大哥。大哥，您这个不转弯，你就直接啊！虽然我这样贴过来是我的不对，但您这样子我很难做事啊，好不好？开场撞队友，哪边是边边，我就在哪里。来来来，鱼雷接近右舷。哎呦呦，队友小心！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贴到队友嘞。鱼雷接近右舷，对对对，你看我现在我刚一个急早转弯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先弄掉了一艘驱逐啊，可以可以。现在这边战火很猛烈哦，他们两艘开过来了，来轰过去，哇、哦，中等伤害，我刚被敲到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击杀掉一个，水哦，耶，我拿到头了，好开心啊，拿到头很开心呢。鱼雷朝正面接近，鱼雷，哇、哦，这里有一个鱼雷，有蛮多，有蛮多啊，中一发，哇、哦，中一发。快速淹水，赶快处理我的船员，动起来，不要在旁边喝咖啡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船员，动起来！舰长已经轰掉了一艘了。我在使用我的风骚走位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他快躺地板了，他就快躺地板了。我也快躺地板了，我的血比较少，跟他换我比较亏啊。快快快快，把他轰掉，碎啦！赞赞赞赞赞！轰到轰到轰到！有吗？还有在射我吗？好像没有哦。你不射我，我就射你。碎啦！鬼刀到一下了。巡洋舰被击沉。表现不错，各位。我这一把，我们看一下队伍成绩。这一把我和干爹。各种秀好不好？主要还是干爹啦，干爹比较猛一点啦啊！我们两个活到最后，默契的搭配是不是？这个这么远，我们稍微射远一点的位置好了。哟，打到了，胡乱尝试就打到了。他们在占领呢，他们好像不需要把我们歼灭掉，他们就要赢了呢。巡洋用 AP， 鱼雷。糟了糟了，非常不妙，满舵，左满舵，中一发，中到一发，我们这场被围殴了，刚啊、哦、又被完了，又是鱼雷，被虐了，躲个，再躲个，敌人即将获胜，躲不了。全部都是太平面，这个太恐怖了吧？是不是我在往后退啊？舰长，您方向错误了。不，没有，这是我们正确的道路，我们就是要这样走。我会不会打不到任何人，一发游戏就结束了？会吗？有机会哦，有高几率哦。哎呦，谁？仁兄，您的船看起来很猛。四阶船，四阶打四阶，我没在怕。哦呦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
快轰人，我也想啊，我也想轰人啊。你往前轰一发，好像，哎，没射到，差一点。哦，怎么那么痛？啥东东？啥东东？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刚刚一个飘起来，我的，反正应该是被高阶团射到了、啊。血量瞬间少三分之二，太扯了吧！敌方队伍取得领先，感受出来，其实你不用播报，谢谢。对对，下一把就是阿金的观众开，然后再请他邀我这样子。哦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这样就换我加你那边的，这样大家都有玩到。好恐怖，这个场次跟我们刚刚玩的完全不一样。我要击败实况组队伍了吗？哦呦呦，这好像没有被他造成伤害。往前冲，往前冲！对方射两招，正 Rex。来来来，往前冲刺！哦，我的队友怎么那么燥啊？天哪！我看一下我的队友，各种五阶船哎、欸，你们也有六阶的。太远了，追不到。往前进，往前进，各位尽量往前冲。差点要把鱼雷照自己眼，真的假的？有吗？没有吧？没吧？不要有航母，航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，对不对？但我真的是不会玩啊！我不是不会玩，我根本没有航母啊，怎么玩啊？做的不错，队友不错，干的不错。哎，对面也太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？这边那么激烈，我们汤啊！这艘船为什么已经歪掉了？是我看错吗？哦，原来是已经有一个尸体在旁边，这是叠尸大法就对了。我觉得我这位置不太好，我们拉一下位置。射就对了，对啊，我刚刚是开随机不是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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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有鱼雷在这里？哇哇哇哇！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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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，转转，呜！一波残血，轰掉他，快点！他头不是我的，刚刚。我现在在一个非常不妙的位置的样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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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？Stop stop stop！ 啊，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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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怎么会有鱼雷从岛上穿过来嘛？怎么会这样？敌方队伍取得领先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航母的英姿啊，航母，航空母舰有点猛，单打四，鱼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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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中了中啊！江江也中了鱼雷，哇，这一把真的超多鱼雷的。剩一个队友了吗？剩两个队友，一个航母，对方的航母也还在。哦，这个火直接无情的开上面，这艘航母好可怜啊！队友全部死去，然后呢，只剩下他一个孤零零的在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几阶？我现在的船是四阶船了，工伤完就弃坑，应该是不会啦。我会持续的啊，努力的练习这个游戏的，好不好？觉得我船就是不太强，这四阶的装备各种缺一块少一块的。等到我这个四阶完全体出来，我跟你讲，那我这船应该是很猛。好，鱼雷来了，来差不多了，要给他致命的一击了。航空母舰大大才发。有点可惜，他现在在地图最边边、最边边那一种，哎，最左上角，哎，这样子。OK， 他现在要持续的边缘，然后这一个炮弹，这样都打到，不会吧？
他刚转向，你这 AI 也射得太准了吧，直接射过来。即便是 AI 也太强大了一点吧。哇，最后一发致命的一击结束。哎，没射到。他又在这边迂回了，跟刚刚一样的战术。然后对面呢一直在想办法射他。哦，射到一发。GG， 直接 GG， 时间直接结束。那个 AI 看不过去啊，直接结束一波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感谢关关还有观众的参加，那么就在下一次的直播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